好过排练的时候，轻松多了，然后没有想就是唱歌好玩。我觉得他就是舞台型，所以我要看他在台上敢不敢把那个性感释放出来。其实他的这个部分唱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个 show 有没有嗨 ，OK， 嗨歌嘛。的两条小狼狗也带出来逛逛街了。好，那这两组的表现，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Roger 老师，在整体的表演上，你觉得不容易？孟启昕，我觉得要这样子表演很困难，尤其是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面，其实已经可以秀得出你的 potential 在哪里。那沙伟平，很放松，你们两位在台上的那个放松的程度，实在是让我有一点。非常的要称赞你们，真的要称赞你们。觉得好像不是第一次，对对对对，就不觉得你们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面。那沙伟平，当然你有你全部的队友下来，帮你烘托这个气氛也是很好的。所以我觉得有一点，这个分数有一点难评了。对，请大家用两秒钟的时间想，因为要按灯啦。首先是黄大炜老师这队的沙伟平，这只蟑螂可以得到几分？请评审按灯。沙伟平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。十八分，好。接下来是孟启昕的 Poker Face 了，这个女生呢，已经是才第一次演出就这么的辣哦。到底评审给几分？请按灯。建宁老师这队的孟启昕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0分，22分。其实对阿瑶老师来说，你觉得他们两位的表现是？孟启昕这个表演真的是很专业，而且他今天真的是选对歌了，整个给人家的感觉企图心是很强。那我觉得沙伟平比较吃亏一点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因为你一出来你就有很强烈的企图心，但是你的拍子刚刚很不稳。你有几句特别唱的比较快，有点紧张了，所以很可惜。对，两位都已经有大将之风，不过在拍子或 pitch 上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我感觉建宁老师现在已经是翘着脚在摸自己的胡子那种感觉啦。好，两位选手休息一下，给他们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很谢谢同学，还有谢谢建宁老师，再给我这一次机会，因为上次没有表现得很好。给你
星以自信的演出击败对手，并将双方的差距拉大到五分。王大伟队能在下一轮追回分数吗？接下来这个题目是